哥要跟你传球。妈妈来说一哥哥。一哥哥，哎、啊，你是小乖哥，你是乖乖的的。嗯、啊。啊，只有小乖是最小的。小乖是乖乖的的。哦，最小的是小咪。哈、啊。哎、啊，这个是猴子。哦。哦。我一爬太那么高啊。你也会。妈妈，我的身上是什么东西？这个是消防队的。但被你撞我的。是啊、哦，你的是猴子的。那一格格要爬在那里，咦，那个不要转哦。阿贝，我有接住。哦，是哦，再一次，我没有。再一次。哦，再一次。哇，没有。哦，哎呦呦呦呦呦呦，哎，怎么跑走了？哎呦，怎么又跑走了？怎么有人摔车了？赶快叫救护车，叫安保来载走他。好，你已经摔倒了，你要去躺好，快点，快点躺好。哇，小怪号也出发了，我都全部挤在那里。这怎么办呢？挡住路了，用哭的有效吗？没有。用哭的没有效，对不对？对。对啊，小乖很冷静，你看。没有效，对不对？对，没有效。快乖一点啊！以后爸爸遇到塞车，爸爸就在车上哭，好不好？好。哦。啊，然后换小乖开车。如果你骑摩托车一边唱手机，可以可以。啊，爸爸以后骑摩托车遇到塞车就。我以后不骑